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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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哎，你坤，鸽片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灯塔？看到了哎。那就是台湾哦，青南片给灯塔。Is the southernmost lighthouse in Taiwan？ 对啊，所以我们叫它叫做国境之南的守门人。一、二、OK， 漂亮哦，来再一张。。你看，很漂亮啊，超美的。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刚制作单位给我们的纸条。好啊。哇，很多哎，意见非常多。哇，芒果跟火龙果搭配，没想到这么好吃。哦，这当他说老板娘很漂亮，可是老板更帅。<笑>不好意思啊，排队排队。哦，他说夏天就会吃冰。夏天就是要吃冰，董詹他说好棒哦。那边还有写什么？这边写一个，下次可以加入橘子。哦，加橘子，哎，好像也不错。哎，橘子的哈嘎怎么说？橘子的哈嘎，干妹。干妹。干妹。哎，我好像没有吃过冰加干妹，好像没有吃过。好，那下次我们来。只有干妹的那个 sauce。对，那个鸡酱啊，哈嘎的鸡酱，对，哇，还不错哎，没想到这次评价还不赖，哇，这边真的蛮舒服的哦，真的。哎，你看，你跳到个灯塔哦，东墙哦，很漂亮哦。The lighthouse is beautiful. It's the most southern part of Taiwan. 它是台湾的国境之南的守门人。嗯，很美。有历史的灯塔，真的是独一无二。原来 ，Erlon B is the southernmost lighthouse in Taiwan。对啊，伊在台湾青南片的灯塔，而且还可以欣赏到美丽的夕阳哦。这里夕阳也太美了，下次我也要带家人来这里玩。